夏日首发，再加自制水果冰棒。准备好的水果切开备用，先用大芒果做个杨枝甘露味冰棒，再来做一份苏打果味的，冷冻过夜后，把模具放在冷水里泡约10秒钟，就可以轻松脱模了。取出来的一瞬间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冰冰凉凉，有了这些冰棒，炎热的夏天也会变得可爱起来。